学生为归园看，行走着只觉得头内发困，我不免解说一个去到京界，正行走来只在京台一家，京台上有位大嫂，江河水来到京前，怎么相公你是在要喝水呀？正是相公，天气热，相公到村前，大嫂，学生我口渴得很呐，我少喝上一点也就是了。啊，相公，行路人之路身是汗，怕只怕你喝了凉水会得伤寒，听大嫂讲此言，暗暗思念这大嫂说的话太也周全，王朝里也见过不少女子，那比上这位大嫂说话这么甜啊，他说我心为敌
还有伟大，恐怕我喝了凉水会得伤寒。大嫂的好情谊令人感佩，我何不走上前去写一番？怎奈俺素不相识，从来未见面，真叫我实在无话可言啊！大嫂，带学生我帮你打上水来。相公，大嫂，学生我把你打上一桶水来，也值得谢呀。大嫂，你太客气了。本大嫂，你破门住在何处？为什么女人家来把水担？朋友大敬有神，打水费难。若有个善事，可不是桥以后，周郎官他就是我的夫男。原来是周大嫂，正是。听大嫂他讲说一遍呀，莫不是周大哥在南学念书，未在家园？看人家恩爱的夫妻多么美满。要是周大哥他在家里，反不能放心，叫你一个人前来打水担。问大嫂，周大哥他在何处把书念？他的大名叫什么？可对我谈，为魁元说不尽羡慕之意。听他言问的安，一阵伤惨，相公，别笑话俺，我丈夫他终日游手好闲，听大嫂讲此言令人呐
我丈夫他今年，他今年多大了？五。哦，已是五岁呀。那么就是二十五岁了。哎，大嫂，周大哥今年究竟多大呀？相公，我丈夫他今年五十担三。怎么，周大哥今年五十三岁了？大嫂，那你多大你听他言问的我愁容满面，我今年正二九，一十八娘啊，我相公有什么话就请讲吧。小姐啊，兰小姐你能做活多么相会，
婚配，小姐你愿不愿思想一番啊？回家去吧，这件事我
小姐你为何这样胆小，求恩爱就值得受些艰难，这件事家庭里哪能容许，要自己跳出这苦海无边。回香姑她那里有讲一天，我只得二番地将她解劝，天长地久，在外边这露水夫妻能有几天？相公，尊相公千万地再别胡缠，房外人看见了，礼貌不断，我这里去便打。小姐听言，这件事你若是应允于我，咱二人定巧计他想逃窜，我有个小好的同学经常在后悔迟慢，男人恋情深。
在房中，如雷不在，我丈夫他生性甚是凶残，他比那狗豺狼狠多万千，他有时缠来有时拦呐，整天家吃酒还要赌钱，我自从到了他的家下呀，他母子二人折磨死了俺，每日里在他家挨那受气呀，自从俺到他家，从没有吃上一顿舒心的饭呐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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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小姐，我说的话你都记下了又怎么样啊？相公你说的话啊、哦，我都明白了。小姐，这件事情你答应下了？小姐，你俺也情愿、啊，一见小姐她应允，不由我心中好喜欢，走上前来把礼见，叫声小姐听我言，咱二人都情愿，小姐说话有何证件？相公你抬头看，咱二人明是难瞧见，这边跪下魏惠元，我这边跪下蓝瑞莲，我用手嘴起了一嘴土，我插上青草当香烟，魏元中爱来是女，蓝瑞莲我中爱，
证件，我说罢了一番交给你。相公，你有什么回答案？我用手接过白玉簪，急急忙忙藏身边，我低头一笑啊呦呦呦，我用手撕下笔记上，伸手交给蓝小姐，求一慈善做证件，我是小生心有变，如同蓝山成两段，正是二人来明示，小胡子当谁去啊？不听人声心慌乱，叫声小姐你起听，夜晚想回三更天。